Soaking up the pre-match atmosphere here as we wait for things to get started. Won't be long now before we get through the formalities. A warm welcome, one and all. And here we have France against Atletico Madrid. Well, I'm Peter Drury, and I'm joined in the commentary box by the familiar figure of Jim Begley. Hello, Peter, and hello to everyone watching. For me, it's a real thrill to be here. And already we're underway here. Felipe, Costa, Griezmann.好，我来继续为大家进行这个比赛的解说啊。那么双方前两场总比分打成1-1，第三场比赛对于双方选手而言可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代表北京人和俱乐部出战的将是是英籍使用法国，这个天津泰达俱乐部出战的是顾永利使用马里竞技。这个球，迪戈科斯塔。开场9分钟，迪戈科斯塔。Insisted on starting games as you mean to go on, and we've just seen a very important opening goal from an extremely talented. 这是一个中路的二过一配合啊，属于这边的，又是科斯切尔尼。在第一场保当中，科斯切尔尼感觉就是有一点点冒失啊。我们看这个球啊，先看看这个球，本动作，迪戈科斯塔跟格列兹曼的二过一，这个科斯切尔尼没有及时跟住科斯塔。其实科斯塔速度并不是很快啊，按理说科斯切尔尼应该能够及时进行跟防啊。那么开场时间不久，这边泰达这边的顾永利就确实取得了一个进球。好球，这个球，哎，有点，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进攻啊，并没有选择盲目的起脚，而是选择了中路的一个二过一的顾永直接球啊。其实这个处理还是非常细腻的，可惜是最后的内线处理有点问题，射门没有及时的完成啊。你看英尼这边也是加强了逼抢啊。又是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这个射门，格列兹曼，这个球应该是维托洛啊，一脚低射，感觉洛里的这个表现，包括第一场洛里的表现都是让人有点担忧啊。几次面对射门，当然莫里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门将啊，无论在热刺还是在之前在法国队都是非常不错的表现，但是游戏当中这几次感觉有一点点冒失啊。还是角球，科克，维托洛在禁区前沿的一脚劲射啊，这个球其实角球发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啊，弧线很低，球速非常快啊。被法国后卫解围处理之后，维托洛一脚凌空抽射，可惜没打球范围之内。如果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这个球还是非常危险的。看拉德特机会，扣过来。这个球，奥布拉克也是展现出了奥爹的实力啊！不愧是世界上最强的三个门将之一啊！其实英吉这个选手进攻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进攻上的一些小细节处理，其实值得大家去学习。当然这边顾永利也是非常具有实力的，打得非常细腻的一个有名的选手啊，著名的选手。看看他这边的处理，后过来拉德特，这个球2-2的攻防啊，功力也是非常有经验，并没有轻易失位，及时控制自己防守人员，把球也是拉到了把这个防守位置都拉到啊。
两个选手其实都是很细腻进攻风格啊，就看这种细腻的对决谁能够在临门一脚上把握的更好一点。你看又是一个强制取消，这边巩俐这边的操作是非常的密集啊，经常做蓄力然后取消的动作，然后给对方一个位置上迷惑啊。贝利佩回溯给萨乌尔，中路有人啊，这球让过非常精彩，中路加比有远射机会并不着急起脚，这个球还好是一个非常凶狠的上墙把球权拿下。其实整场这刚才整个进攻啊，巩俐踢的其实是非常流畅的，非常威胁啊！中路出现空当，这单刀怎么处理？瓦卡多克，不好意思，是姆巴佩啊。就如我所说的，双方都是进攻非常的细腻啊。这个球也是几次的摆脱啊，吸引对方防守队员，然后分球。然后姆巴佩在中路面对对方的奥布拉克守护门将啊，匆匆的把球打进。其实这个进攻也是很简单，其实对方防守出现了一个失误，有三个人对蛇人进行逼抢啊，结果把中路的插上的这个姆巴佩完全漏了个精光啊。来自于摩纳哥，出身于摩纳哥青训的神童姆巴佩啊，也是2016年金童奖的获得者，这赛季在巴黎圣日耳曼有非常优异的表现，在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上，我们也对他的表演充满期待啊。现在双方又回到同一起跑线，比赛进到35分钟，我相信这场比赛的进攻一定进，双方的进攻一定都能够让给观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双方的选手对于进攻上的操作都是非常的细腻啊。如果你是对这个游戏头次看的话，这个球迪戈科斯塔啊，迪戈科斯塔跑位的确太过风骚，这个球也是斜传啊，直塞斜跑啊，迪克斯塔把球领下之后一脚推射远角，可惜是没有打进范围之内，整个传跑非常流畅啊，无论是传的时机、跑位时机，包括停球的处理，可以说都是非常的完美，体现了巩俐这边非常对进攻非常精确的操作啊。维托洛这球有点拖大啊，现在是法国这边的反击，下面应该是有人空当了，果不其然给到插上了博格巴，但是博格巴面对菲利佩，这个球有一点点处理的不够稳妥。双方的特点都是进攻，看看谁能够把自己进攻上优势发挥的更好一点，能够把握住更好的机会啊。马佩来到中路，直塞球，博格巴，博格巴也是错失了非常不错的一次将比分反超的机会。就如我所说的，上场其实就是看看进攻打得都非常的流畅，细节可以说都做得非常到位，看看谁能够把握住机会，为数不多的机会啊。双方中场都没有过多调整，所谓进攻的优势在于双方对于这种传切跑位可以说都是有非常好的这个理解啊，对于球员插上的时机、传球的时机、射门的选择其实都是不错的。这球也是维托洛脚跟做给射门格列兹曼，非常的危险，这个球差一点就形成了这个打穿对方防线啊。马佩在左路给到拉比奥特，拉比奥特也是来自于巴黎圣日耳曼非常年轻的中场。维托洛德这场比赛非常的活跃，看看这个球怎么处理，在右路
回做给了加比，加比摆脱了对方的纠缠，回做给了萨乌尔。现在马竞大概有八个人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格列兹曼，刚才是连续三个人的前插，然后格列兹曼禁区前的突施冷箭，这球是被洛里啊，刚才一直在被我诟病的洛里，这个门将这个扑救还是非常精彩。来自科克角球，看看有没有威胁。科克，这个起球又是找这个德克萨。英吉的这种由守转攻过程中的这个控球，可以说做的已经非常的完美啊！北京把球摘出来，交给进攻队员。双方现在可以说进入到一个焦灼的状态，谁能够取得下一个进球，谁就拥有非常大的优势。比赛进到63分钟，双方还是1-1战平。这个球，维托洛还是马竞的前场球，叫中路萨沃尔。我们看贡力这边的边中结合，尤其是边路中场的前插做的非常。看这球，格列兹曼的单刀球，面对菲利佩，菲利佩可以说是世尊，我觉得是防守最强的左后卫啊。面对任何一个边锋，速度无论他是速度型的还是身体型的，他都有非常强的这个防守能力，可以说应该是游戏跟现实中防守最强的左后卫啊。巴西的两个边后卫、左后卫都是非常有特点的。马塞洛应该说的是进攻最强，菲利佩是防守最强。雷兹曼让球，非常危险。看看这边的反击，其实对于马竞而言，马竞贡这边的进攻都是利用两个中前卫的高速插上啊，所以中路上的空当是显而易见的。两个中前卫的频繁插上啊，给前锋造威胁，拉手空当，这是他的主要的进攻特点。那么势必就会给对方相对好的反击机会，就看英吉能把握住这样的反击良机，同时看他的进攻端、防守端能不能防住这种频繁的前插。好，又是一个前场的4-5，现在是5-5，又有一个空当，看看这边博格巴怎么处理，这球处理有点草率。而这边顾永利这边的推进反击推进速度其实并不是很快啊，因为对于马竞而言速度并不是他的长项，更多是利用两个中前卫在中路加比以及这个萨乌尔啊，在中路的这个对于两个中卫的这种拉扯，给前锋创造机会啊。又是科回做给萨乌尔，有一个前插，这球没有选择盲目的起脚，这球选择格列兹曼，可能有射门机会。这个球，格列兹曼也是在对方的天庭之下，这是科尔斯克斯线人的逼抢，然后一个原地的摆脱之后勾射远角，可惜是没有打球范围内，还是非常威胁啊！相信这个仁和这边的队员也是为英吉捏了把汗啊，非常的危险。我们看法国这边啊，英吉这边也是派上了超级替补吉鲁以及勒马尔两个替补队员啊，还是要加强这种前场的冲击力，并且增加一些这个前场的高度啊。而马竞这边是由这个加梅罗超级替补替换下了维托洛啊，现在是由迭戈科斯塔和加梅罗组成了锋线搭档。我们看这边的这个顾永利也是看对方球门发出来之后，把防线进行后拉。
马竞不愧是欧洲整个欧洲全欧洲防守最强的队伍，之前在周三那场欧联杯当中，面对少人情况下面对阿森纳狂主场的狂轰乱炸，仍然能将比分扳平啊，可以说不愧于整个欧洲最强的这个防线。89分钟了，这应该是哦，看来伤停解没有一分钟的伤停补时。你看整场比赛这边的库努利在射门数控球率上都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他这种高压的打法，怎么样能够抓住本地机会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他两个边路上的空当啊。因为就我跟之前跟他的交这个我们一块踢过的这个感觉来看，他的前场压迫力的确非常的强啊，并且他的盘过人也是非常不错啊。这个球有点危险啊，还好是一个冷静的大脚，又是反击，来抢一抢的加时赛，看看谁能够率先打破僵局呢。博格巴中场拦截很关键，看看吉鲁怎么处理这球，让吉鲁去带球有点难为他了。感觉到加时赛中，这个马竞这边体力出现了下降，所以控球上也是有一点点问题，没有之前比赛中那么稳健了啊。毕竟这是双方的一场焦点之战啊，谁如果能够取得这场比赛胜利，谁就能获得赛点。吉鲁，哎，这个球又是盲目的一个加速，结果把球权丧失。吉鲁这名队员是不能让他进行加速带球的，所以说那样丧失球权几率可以说非常大。有吉功力在短暂的这个几次失误之后，又逐渐把球权控在自己球门范围之球脚下啊。这球是想用一个这个让球过人啊。也欢迎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啊跟我互动，我会跟大家及时做沟通。贾梅罗下底了，这是一个传中球，非常危险，还好这边是把球权控制人家，现在是法国的反击，坎特中路不会吧，是我所说的，其实虽然库努利这边的无论是攻势控球什么样都有优势，但是他的防守其实是有漏洞的啊，因为他的两个中前卫对于中场的保护，对于中路的保护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能够利用反击啊，中路的这个二过一其实是能有机会的啊，就看能不能把握机会。这场又是中路的一个对中路的博巴的盯防的缺失，直接给了博巴禁区前冲击小机会，坎特的勾杀仗给他扔给吉鲁，吉鲁直塞给了博格巴，博格巴一脚垫射破门啊，在加时进到115分钟的时候啊，我们这边仁和代表队111分钟，现在比赛时间大概还有10分钟左右，压力来到了库努利这边，我相信现在对于英吉而言心里应该是
啊，非常振奋人心的一球啊！但是其实就如果你一直在观看比赛的话，我相信你一定明白这个时间段，虽然有一个球领先优势，但是面对顾永义的马竞啊，这种高压的前场高压的这种冲击啊，时刻不能有分心，稍不留神就会被对方啊把握住机会啊。我们看这边呢，英吉也是吸取了之前的队友的这个经验啊，这场比赛是将阵容换为4-5-1，而这边的顾永利也是把4-4-2变为了一个4-3-3的阵型啊，这还是前场堆人啊，当然在落后情况下，时间不够情况下，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处理。坎特啊，好，英吉这边博格巴啊，不好意思，是吉鲁。勒马尔在左路，魔术师一般的盘带。对，其实，在比赛领先阶段，沿边路的这种进攻是最合适的，因为即便你三分球权的话，也不会给对方太好的本地机会。哎，吉鲁前场的一个断球，并不着急向前进攻，115分钟了，球权仍然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德兹曼在组织拿球，那这种处理就显得有一点点，啊，可能过于求稳了。队员也是在为英吉出谋划策，让他不要着急啊！每119分钟了，最后的伤停补这段，好。我们也是恭喜英吉啊，代表北京人和代表队啊，是以2-1的加时赛中逆转了顾永利。天津泰达，这边是啊，这边的顾永利选手啊。那么现在就是人和这边拿到赛点，